ナモタスバグワトアラハトサマサンポタス。ナモタスバグワトアラハトサマサンポタス。ナモタスバグワトアラハトサマサンポタス。皈依的杂染，在家居士学处，第二章三皈依浅释。七皈依的杂染，皈依的杂染 Sarana Sankiles 是指造成皈依杂染、染污、混浊、过秽、不清净的因素。凡夫的世间皈依，由于无知、怀疑、邪智、邪信等，使他对所皈依的佛法僧三宝信心不坚定，认知不正确，或者由于对佛法僧三宝不恭敬、轻慢，导致其皈依有杂染、染污。由于被杂染所染污，使其皈依无光明、不纯净、不广大。无知是指不知道、不了解佛法僧三宝的功德或德行。怀疑是指怀疑佛法僧三宝，他真的是佛陀吗？等等。邪智是指将佛法僧三宝的诸多功德或德行颠倒地认为非功德特质或无德行，所以导致皈依有杂染、污浊的因素，是对佛法僧三宝没有足够的恭敬心，没有足够的信心，没有正确的认知，没有正确的观念，没有清除邪见。因为凡夫尚未断除皈依的杂染，对佛法僧的信心可能动摇，所以佛教徒应该学习佛法僧三宝的功德特质或德行，了解其中含义，恒常对三宝升起恭敬之心，不应对三宝有丝毫的轻慢之心，以免造成自己的皈依污浊动摇，甚至造成破失。因为圣者已经断除皈依的杂染，对佛法僧三宝具有不动摇的信心，所以圣者的出世间皈依不会有杂染。萨度萨度萨度。